个东西哦。感谢被 link 到神秘礼物。一楼上面哪里？木箱还找，好像还找不太到。一楼上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看到人过去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东西是要放在那边吗？对，我们要找剧本哦，先找剧本嘛。超像 GTA 的哎、欸，五剧剧本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在想这个剧本要找，剧本就要找了。下次要不要就干脆来玩 GTA？、欸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把那边乱搞，那就别玩了。可 GTA 不用怕四格任务啊。GTA 一定要提早安装，不然它太大了。对。哦，感谢牛排，感谢秋叶，都是牛排，怎么都是送牛排？牛排好吃啊！你这样子干嘛歧视牛排哦？没有，不是还有其他礼物可以送吗？可是吃多了还是会口渴啊。对啊，喝点蜂蜜柠檬嘛。哎，开始伴奏。要剪哪一段？就没有办法，你在那个退群打字，然后截图就好了。嗯，又截你退群打字，前面有那个订阅头像，可以了。嗯，平常都不说话，可以多说话，这样才会认识你啊！你们很多人都只是看台不说话，这样都不认识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多讲话嘛，多讲话，多讲话。好，巧克力想逃大马桶。哎，箱子是不是刷新啦、啊？人的不会刷新哎、欸，啊，会吧？这样会吧？会吗？记得拿了、哦，单人玩的时候他会啊。不是，我刚刚去搜无人的都没有加东西了、欸。今天好像刚刷新，我看看今天才刚刷新哎、欸。有，可是我看，你去刷看无人没吗？无人的没有啊。嗯，然后我看愉悦的箱子有刷新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会被刷新？没有啦，有新东西。哦，好好，你不要去摸我桌，我是小精灵。这应该是没刷新，空的，就被杰瑞拿走吼，就没有东西放里面了。有啊，我看那个有刷新啊。哎，剧本刚才的剧本是自己做啊？剧本自己做吗？看一下。来喽！剧本有油画，我只看到油画、海报、油画、照片，还是剧本在特殊的箱子里面啊？警察的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，二楼有一个那个需要这红色那个的、欸。既然是多人任务，卡片的，每次都是警察的机会都很高啊。嗯，需要打警察。红色卡片，先拿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还有什么？还有医药箱，哪个？你要不要？哪一个？警察，上楼。锻炼，锻炼时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了，我们，哎、欸，啊！警察在追我，抱歉，打人，打他，警察，抱歉啊，警察，抱歉，为什么这么多警察？小精灵，小精灵，小精灵，要啦，我在你面前躲起来，啊，被抓出来了，警察，你为什么不鸟我？有人店里卖的蜂蜜柠檬开始有人买了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宣传手法棒棒，真的厉害，棒！找到绿色钥匙的人，他一定对啊，有厂商找他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你可以演讲的时候帮我讲啊，工商费，工商费。嗯，名誉时间。我刚有个警察是躺在病床上面睡觉，一直不起来。人家就不想起来嘛。
我失败了，我刚刚有打到一个警察，可是没有打到另外一个。我该不会睡不着吧？哦，这个在睡觉的哦，你是来不及问他。对，来来来，我们再来搞他。阿吉跑走了，阿吉跑走了。来来来，我要拿着扫把。谁？那个中，里面那个。你们那个好，等一下啊！为什么是他？啊、是这样，周杰伦身体一票，值得。好，装死睡觉，大家都睡觉。我警戒值狂加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们在警察旁边啊。白痴，我看到能量了，对不起，意外，超大一滴。不对，警戒值增加了，哎、欸，关我屁事哦、喔！警察打人了、啊！我没事哎、欸，醒来打我干嘛？又不是我没有事哎、欸。完了，哈基生气了，哈基要去报仇。哎、欸，进来，外包，那是四外。红色钥匙，红色钥匙。我要睡在警察旁边。发现损坏，哪边损坏？那个巧克力的马桶。哦，马桶啊，还找不到红色卡片呢、欸。我们是要现在找红色卡片吗？拜拜。要找红色卡片。好、哦，我想说你们只想打人而已。没有。红色卡片，然后电路板，因为那上一场的。哦。因为我看到有一间。哦，电路板我找到了。找到电路板了。那我先去做那个，我等一下先去做那个什么，那个啊，抱歉，我没有在密谋什么，我只是拿电路板而已。电路板放在谁那边啊？哎、欸，电路板那个罐有，我拿到了，我刚刚拿到了。哦，好像那边不会被收啊，那边不是五根的那个。谁被追？喊一下。看来是不是没有人？没人。阿基在锻炼。嗯。红色哦。哎靠！啊！阿娃，红色钥匙清澈门卡。阿娃，后面还有一个，解决一个。红色钥匙，好了，哦，黄色钥匙，好，撤，解散，散，点名，哈哈，这个时候就要被开枪了，这个时候去点名，耶、yeah! ，我可以安全点名，我可以安全点，毛董在这里，一个男的，开门。哈基，交换交棒啊！我被打了。哎、欸，我赢走了哈基，你安全了。他不安全，他不安全，欸、还是追我的，跑去追你了。对，交换。好，不好吃亏哦，我两个哎、欸，我这里两个，哎、欸，我三个了，我赢了。对，有人，我在这里奔进去啊，白痴哦。好，我出来了，安全。工作时间记得去点个名哦。来修马，我在通马桶。哎呦，我这的我去工作了，不要打我了。然后哈基是跑去追你了。对。哇，警戒子跑掉了、欸，加油，大家加油。嗯。哎、欸，墨水还缺吗？哎、欸，哈基那边有，哎、欸，做过了。哦，不缺了啊、哦。仇恨超高，小精灵看到你了，
看到他又怎么样？看到又怎么样？看到又怎么样？手机真看，没关系啊，你看你喜欢就好。哦、有啊，看门卡了，抓这只、这只、这只、这只，红色门卡。对，那只、那只，只要是那只就好了。你把它拔光了、哦，拔皮剥。我看到那只红色门卡了。休息一下，我在上班。哎、欸，看看，是谁啊？小精灵啊。想干什么？警察！他想打人！打警察！打警察！他有了啦！你干嘛还打他？他紫色的要死哦！红色门卡在二楼的那个。在楼下啦，已经找到了。哎、欸，警察把我搬走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被枪杀了。我把你拿去喂狗。我在那个。你被搬去哪里啊？小马铃薯啊？没有，我把它搬出去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小经理。他被搬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我啦，我把他就是沿路把他搬到这边来喂狗。他搬到哪里啊？搬这么远啊？没有啦，他已经走了啦。被、哦、跑得比我快。留垃圾袋，可以进去。可是垃圾袋没东西吧？剧本在哪里？剧本啊，抱歉，不小心跑到那个医务所是想要吃饭。哎、欸，那个也是跑去医务所吃饭吗？他其实是进去吃饭的。走错街了，走到医务所啊。你要吃什么关呢？然后我跑去。我以为是警察打我。我准备好电路板跟电线了，可以来做复制的卡片了。啊！他好像在楼上。你为什么又去摸我的箱子啊？你哦，嗯，空的啦。是我的。二楼吗？对。二楼好，到了，到了。二楼，二楼。我在这边，那个黑人，我去拿一下那个凝胶给你。到。不用凝胶，不用急不急啊？有三个警察哦。这一个我们要打这一个。黑的那个黑的，有他。他又掉头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分开。我就先把。不要！卡在谁身上？那个机器在谁身？材料在我身上，材料在我身上。放分开！哎！开门！嘿！出来面对！哎咻！哦，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后面还有一个、哦。哇，好多人哦！阿七要不要来干架、啊？嗯，哈，哪里？二楼。二楼右边。算了，这样子啊。啊！哎呦呦！杰瑞，我们打上面，杰瑞的，打上面。青色钥匙，哎、欸，没有，阿静，对、欸，他们打他们这只，可以吗？死了吗？还没，最前面那只，我、哦、有了，赶快，这个，哎、啊欸，我操，你是警察，我做完了，完成任务完成，我以为你是警察，任务完成。我以为你是警察，打自己了。感谢小鸡点玩玩。OK， 卡片完成。我先把卡片藏起来。你们卡片要用在哪里啊？哪边有可以进去的啊？那个、啊、就二楼右下而已吧。二楼左下。左下吗？对，左下，右下是钥匙。哦，干嘛？我躺在床上，你还要打我，是有病啊！点名。哦，点名啊！哦，对啊，这个箱子。
你想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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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了，有人了，这里有人大人，这里有人，把扁出来，把扁出来，把扁出来！赶快进来躲，赶快进来躲，赶快进来躲！不要，我不信你们的，可以啊，快点！不要，要熄灯了，你等下被枪杀啦！哎，我勾了那个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我被困在外面了。啊？进得来吧？紫色门，进得来，可以。叫马铃薯。